跟新店蔡依林跑来全家吃下午茶，因为我们要拍一个画面，然后所以就跑出，就是没有在家拍，就跑到外面来拍。先蔡依林再买单。来买单。他那个一定要付钱。一定要付钱哦，好吧。不是我没带，我刚刚拿一下这个汤匙。哪一个？我们今天有吃一些新的东西，补风这个包装我好像没吃过，这是补风的，补风的还是比较好吃。所有的鸡胸我还是最喜欢吃补风的。然后这一块哦，是115克。59元，碳水很低，才5.6克，然后热量是156卡。那个我就想到，全家有出新的冰淇淋，可是这家没有冰淇淋，全家有一个苹果的青森苹果。哦，真的哦，你现在要买？跟他没有吗？他没有。双奇林，双奇林啊。另外一家那个才有。啊，然后我还买。我问你，青森苹果跟海盐牛奶糖，你要吃哪一个？感觉海盐牛奶糖比较吸引我。麦当劳。对。还有吸引我很多，有盐，我觉得双奇林一定要有点盐。你为什么开那个包装要让嘴巴当？要用力啊！哦，你这什么牌子？浓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鲜乳坊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也是无糖的。我看一下，鲜乳坊，我帮你，我看一下热量。跟你说，你这好稀哦。比福乐好吃。比福乐好吃，真的假的？你福乐已经吃那么久。它是跟鲜乳坊跟大江生医合作的，哦、那它比福乐好吃的。对，然后这份是100公克，是74.2大卡，热量不算高，碳水有一点啊，碳水11.9。好吃吗？可是它比较稀啊。对，它是优格饮，它不是，对，它是优格饮。我吃一口看看。哦，比较有那个味道，有优格的味道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妈妈主义蒸蛋汤，49元。我刚才会买这个，是因为我看到它的碳水也很低。哦，就想说吃一点蛋。妈，我们一起喝这个汤啦。它的碳水是4.4公克，这碗是139卡。你说没有加玻尿？我加玻尿酸，加玻尿酸可以干嘛？保湿。保湿吗？变漂亮哎。那你多吃一点，看你可不可以美若天仙。哎，你嫌弃我不漂亮就是啊，说实话。你不是要变漂亮吗？那如果要让你变漂更漂亮，你要不要？无极限。那你还吃？吃都是浪费而已。我看一下。你好。这边先放下手机。哦，对，我们还买了两个，这个跟一起分享。这是新店蔡依林最爱喝的零，哦，零气泡，这瓶不便宜，200多块，而且一次开完一定要喝。然后这个是苏卫士的气泡水，这也是他最爱的品牌。这两个品牌他常喝。你说什么？你算东西。我们先吃个蒸蛋，这蒸蛋妈妈煮的蒸蛋汤第一次喝。你在看什么东西？你就看这个。我刚才就是想说只吃肉不够，然后讲说吃一个蒸蛋汤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，很漂亮耶，看起来蛮美的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哦 ，Q 哎，它这个是，而且里面还有点肉。教练说天母天气这样。看看等一下会不会下大雨啊？第一次洗它下大雨。我们要补一个下。补一个下大雨的画面，对。那你吃一口看看它是不是？我帮你吹凉了。给老婆吃的东西就是要吹凉。哎，它其实还不错，你喝了一下它的汤，有点咸。这个碳水很低啊，
就还可以、啊 okay ，对。可是刚那个肉有点咸，肉有点咸。对，觉得这个好，我也吃一口看看，尝尝看一下。就是可能它因为要煮汤，它跟蒸蛋比较不像，它是比较有 Q 的。蒸蛋通常都是比较软水水的，可是它有点像果冻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可是它因为里面啊，可以看到有很多气泡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吃起来口感还不错哈，会有点点小小爆浆的感觉，这个真不错。然后味道我觉得刚刚好啦，就是刚才因为肉是稍微有咸一点，可是配上蛋呢，我觉得是刚好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喝一点这个？喝得很舒服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。好热，好热。我就觉得有点热，我就才买两。这碳水很低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很热。看样子不会下来。我吃一个这个嫩鸡胸，这个包装我们买过、啊，之前是另外一个包装。古风的鸡胸肉还是比较好吃，这个是原味的，这是经典的，好烫哦、啊，感觉有点迷迭跟黑胡椒那种感觉。你要不要点鸡胸肉？你吃我工作一下。你工作一下。讲到工作，要提醒大家，7月1号到7月7号，对不对？黑豆赏的团购链接在底下，记得去商城看看。哎，雨变大了，看，快点，快吃，快吃。等一下会更大？不会，我等下如果它变小，我就很痛很痛。拜托你赶快吃，我出声。很烫啊！我帮你吃，我帮你吃，我帮你吃。我一次很烫，快点，我要工作，你快点。很烫，很烫。你看，我刚刚说要留在这边吃，还好我没有在这边吃。如果我们走回去，最近在家、雨还不够大，再大一点，你的画面会比较好。可是没，快点没关系啦，好吧，你都是嘛帮帮忙。现在外面是这样的，我们需要一个雨大的画面啦。啊，如果刚好雨大，我们就补；啊，没有就算了。能不能唱？想煮。突然想到，我今天没有准备东西。那不要煮啊，在外面吃就好了。可是今天没有时间在外面吃啊，我们买回来吃啊。今天就有点小尴尬。今天没有时间，因为我今天要打球。买回来吃，还是说你要买便当？我再买便当回来。我想想。几点要接肉？6:30。因为一样啊，4点要接铁。嗯，然后6点，可是是铁奶就会肚子饿啊，不然你就叫外送啊。叫外送比较。4点半。4点半打到6点半，嗯，老师7点，嗯，6点半很赶的，还是买个什么东西？那你叫外送就好，不是比较方便？对、啊，我就是买个什么東西？对啊，你就6点的时候叫外送。好啊，可以的。比较简单。我今天有点小赶，太棒了，下大包。也没真的下很大、啊，不过让画面 OK 就可以了。太赞！你不能一直讲说下大雨太赞，说买到这个太赞了。我的灵。我说，你是讲下大雨太赞？昨天不是哪边有下大雨？哪里？没有。
板桥，这个是不是还可以？这还可以的。它其实就汤啊，然后加蒸蛋这样。它不像蒸蛋，蒸蛋没有那么 Q， 它比较 Q， 不觉得吗？它就是蒸蛋啊，蒸蛋啊。还可以哦，味道还行，这个可以妈妈主意的，如果来全家可以买一次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好了，我们就录到这了，其实我们要去拍一些东西了，拜拜。